个可以拆开。钥匙。我完蛋了，我等一会儿塞不进去了。进不去了。不要走啊！真进不去。丢回去了吗？一个人就又弄回去了，真的是。这个能打开，你要重新全塞了之后要重新装回去，是一只玩具叫鲁班锁，也叫孔明锁，还有个名字叫男人木，它是西方的玩具，鲁班锁是中国传统的玩具，它们都是一只玩具，不要觉得那个比魔方简单，不比它简单。敲背的，这个就是敲背用的吗？就是按摩神器，叫鲁班花式。It wasn't fucking no more.We'll be right back.